所以我就来了，我也很谢谢他帮忙我的万秀珠啊，就帮到病了哈，很辛苦。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演员，而且在个歌仔戏的方面呢，他是绝对的，哦，真的是杨丽花的接班人。你像他来，我刚才也跟杨丽花见面了，他和我夫妻啊，好有心的支持陈雅兰。我相信大家看陈雅兰的歌仔戏，绝对不会错，会很棒，会很棒。你今天很期待哦？我期待了，我很少看他演歌仔戏，因为杨丽花演一次嘛，哦，演小旦，啊，这一次他是演小生嘛，哦，啊，选在这个国父纪念馆，决定有他的一套，我相信他会成功。他的道志啊，太强了，这个女人不是女人，是真的一般男人，啊，真的不得了哈。哦啊，大家来捧场，他连续有好几天啊，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有4天，因为他怕那个欧巴桑哦，全家看不到，所以他选定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哦。看节目，看亚兰的无打，他是最认真一个艺人。你看养我做万秀珠王，做个开刀，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哦，真的金八戒了。所以我不来哦，我怕他伤心，哦，谢谢大家捧他的场哦，谢谢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歌仔戏，我觉得我要多多理解台湾的文化，因为其实小时候，我觉得啦，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其实真的很爱看布袋戏，那虽然就不同样的感觉，但是歌仔戏还是有它有台湾的文化在里面，所以想多多了解它会比较好。然后又是雅兰姐，那雅兰姐我也要支持一下，对，所以还蛮。我们欣赏他能有这样的创作，然后当他自己来，当制作人啊什么的，来创办这个好歌仔戏。多久没有拍歌仔戏了？哦，还蛮久的。其实这个大概应该就差不多4-5年了。因为第一次歌仔戏应该是以前有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也是在军剧的，然后他就是很爱那种表演。然后他就介绍我去看，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因为就是很欣赏，就翻来翻去啊，或者那种唱那种很力道，也是有他的功夫。那我本身也是有学功夫，所以他是这种不同样的那个文化，蛮喜欢的。我来讲一下今年七夕啊，今年七夕怎么过啊？可能就是目前好好安稳的过，因为鬼门也开了，所以也是。对，鬼门也开，也要小心步骤。对，对。谢谢。